大家好，我们是肉夫妻房车记，来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天气。我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是浮尘，这就感觉像起雾了一样的，但是风沙，这个能见度的话可能在300米、400米这个样子。今天因为这样的天气啊，这边景区明显的少了好多好多人。好，我准备收拾一下出发了。好，现在马上要这个那高速公路收费了，你就把这个 ETC 卡给插上去了。大家看那个玻璃上面，我的天，这个黄沙满天飞。插一下玻璃吧。哎，老公真是直播。好，你把烂的这个给我。这个经过烂的这个是大的。好吧。甜哎，越这样的苹果越甜。我们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190公里，2小时18分，走吧。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感受这么大的风沙呀，这能见度，哎，这个车停的，哪有停路中间这样的？所以这个车叫霸道啊！来点素质吧，兄弟。所以这个车叫霸道啊！好吧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，希望这个酒泉方向没有风沙吧。一路高速开出来。都没有看到什么小车啊，全是大货车，感觉甘肃这边今年五一旅游的人很少啊。进入高台服务区，好，怎么堵车了？大车太多了，过去加个油。这个服务区与服务区之间啊，在这边要隔100多公里，想着啊，这个大货车直接走了，不进去了。等不了了，我呢可以等等。好了，开始给我们家大白加油。小江，看看油价啊。好。啊，可以 ，OK。5.02块，还是没有变化。130块。好。到达酒泉了。这边依然还有风沙，我的天，感觉整个河西走廊都是风沙一样。开了将近200公里，依然还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刚刚没有给卡哟，怎么在这儿要停呢？这是什么回事？我从张掖服务区上来，什么都没给我。现在他们拦着是要东西吗？好了，看是什么问题。哎，你好，我从五座的，我从酒泉上，张掖上的，我从张掖上的，没给我卡呀。啊，我 EDZ 卡拔了的，我 EDZ 卡是拔了的，现在收费了吗？什么 A？ 贵 A。贵。哎，贵州的，贵 A， 不是桂林的，是贵州啊。金额58元，57块。插上吧，标签已经改动了。插上是吧？啊。
好，可以了。好嘞。这边柳絮满天飞啊，外边到处都是柳絮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。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路边停车到达您选择的位置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右侧。本次导航结束，导航结束，下回自己记录。往前开掉了，这边是免费停车。好了，把我们家大白停到这路边，然后里边是厕所吧，应该进去看看啊。我们家周围的环境其实还行啊，这公园如果说人少的话，哎，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，很清静。刚去厕所看了一下，接水也很方便，厕所也挺干净，这边鸟语花香的感觉真好。现在时间下午的2点了，还没吃东西呢。我呢出去继续给大家找美食去，吃点好吃的。然后肉佐呢他就在家吃牛肉了，就到这家吧。走过来看到有一家特色拌面啊，想吃拌面了。喂，看看他们家的这个拌面。什么是你们家特色的？特色我们就是纯手工拉条面，肥肠、卤肉、羊肉，这是很好吃的，是吧？就几千来条子。那要一个。加一个肥肠，加一个特色。不是特色是什么呀？特色炒面啊，说的是这个特色炒面，这个、特色炒面炒的土豆丁、红萝卜丁上面挂肉丁。那要那还是要那个肥肠，肥肠拌面。来，先给了我一碗汤，闻味道是面汤。喝一口是带盐味的面汤，放了盐的面汤。好，我的肥肠拌面来了。它这个面条是这种宽的皮蛋面。哦，感觉很香哦，这个肥肠的味道特别的香。先来个肥肠。香。哦，就这个面太烫了，弄一个过水面就行了。味道是好吃了。里边有土豆，有芹菜，有那个皮芽子，有辣椒，但是辣椒也不辣，挺好吃。就是面太烫了。它那个肥肠是卤的，味道很不错。这么一大碗全吃完了，肉汤。吃饱喝足，打
完收工。